这个藏污纳垢的皇宫，离开那个薄情寡义的皇帝。哎呦，这绯闻越演越激烈。1月8日中午，网上曝光了一张范冰冰、李晨和李晨姥姥的三人合照，将最近两人相恋的传闻推向高潮。对此，有媒体第一时间向范冰冰工作室求证，对方表示该合影是自《武媚娘传奇》拍摄期间，李晨家的亲戚来探班，偶遇范爷便一起拍了一张照，如此而已。再次对恋情说予以否认。此前，范冰冰、李晨同被拍到现身烟台机场，疑似二人恋情曝光。7日，又曝二人因拍摄《武媚娘传奇》因性深情，李晨已向范爷求婚。不过，凭借外界猜测纷纷，李晨、范冰冰也始终坚称这是没有的事。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最强评委争锋，最强项目挑战，最强女神阵容。2015年1月2日开年巨献，江苏卫视最强大脑每周5晚优酷独播。